这以后小娟更离不开的小哥了，行吧？生日快乐！谢谢二位啊，亲手做的，你看。哎呦，谢谢二位。以后也麻烦小哥了。哎，蜡烛呢？得许愿插蜡烛许愿吧。对对对，我去拿蜡烛。没事，我去。不是，你这八什么意思啊？坐下去拿蜡烛。什么叫没事？你这么大个八什么意思？什么？坐下去。什么八呀？什么八呀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什么八？就肩膀上，你看看，喂喂。哎呦，我看看，天哪！我这么大一块疤，怎么弄的呀？没事，就是不小心烫了一下。烫了一下？怎么烫的呀？什么时候烫的呀？哎呦，你说这么大的伤，你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？这不是离得远吗？跟你们说了，你们也是干着急。上次爸出任务，从楼梯上不小心摔下来，腿摔断了，还脑震荡。要不是我发现时间表对不上，去追问你们，你们不也是不告诉我吗？等会儿。 林爸什么时候摔断腿脑震荡了？怎么都不告诉我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能回来照顾啊？我……哎呀，快吃吧，快吃！你看大家都开成什么样了？对， 快吃！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！啊，对对对，吃火锅，吃火锅，吃火锅！来来来，吃个丸子。啊，林爸，你女儿今天给你组了这么一个局，开不开心？当然开心了。啊，这肉是你买的还是菜是你摘的呀？啊，怎么就成你组的局了啊？太棒了！不是，你这耳朵娘我嫁给谁？你两只耳朵能嫁出去？是你亲生的吗？我亲生的。 我亲生的啊，得了得了，赶紧吃。哎，凌霄，吃丸子呀，我特意给你弄的啊。嗯，好。来，你吃上。谢谢你。送你的礼物，我回你个大礼。 Thank you.